么好的地方一定要早点来啊！我来这边吃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所以你们今天拿着手机在拍我的时候有点紧张，就是你们稍微如果要剖什么要稍微修一下哈，不要让人发现你们来马来西亚就吃很多，然后就变胖。昨天又吃了那个鱼头，然后又吃了那个拉沙，又吃，刚刚还在抱怨说还没有吃到甜点，懂了哈？来，懂了哈。所以今天我很高兴能够来到马来西亚，这边有很多我的老朋友，也有很多我的亲人，尤其是陪着我很多年一起的乐手老师们，然后他们的家乡都是在马来西亚，所以今天我还在说，终于是第二天，我要早起去赶飞机，他们可以睡到饱，他们不用赶飞机。那我知道今天也有很多他们的家人也到现场来，然后谢谢你们。然后今天晚上会带很多很多的歌，然后希望你们会唱的，跟我一起唱，好吗？